差不多的时间吧，嗯。再抓头了。我同事刚好挡住，不然就可以看得到饮料被拿走。刚刚拿起来的时候也有。纸。有了吗？他起来了。看他真没水准。这种人真的犯法要打。可是不知道真的验不验得到啊？验得到吧？你都放在那边。这可以。不是说射进去之后，然后去洗澡就没有啊？对啊。丢下插进去，放下。他真的很丢脸。有钱有钱不会自己买。一杯才多少？30块耶。他皮包皮夹里面是几万块呢？六很好。他不会是偷来的。对啊。偷是吧？啊，当然是可以几万块可以买饮料了吧？